虞书欣学生照曝光，看清长相后终于明白她现在为啥这么火。要说起现在娱乐圈中人气最高的女艺人，就不得不提起虞书欣的名字。和同龄艺人相比，虞书欣现在的人气如日中天，而在没有出道前，虞书欣的作品就已经受到不少人的喜欢了。其实现在娱乐圈中大多数艺人都会故意维护自己的形象，毕竟一点错误都不可以犯，所以我们所了解的明星一般都非常官方，但虞书欣却完全不一样，似乎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特点，完全放飞自我，也凭借自己最真实的性格成为了娱乐圈中一股清流。虞书欣身上的气质也非常独特，有属于自己的标签。最早参加青春油腻20，由于大众对虞书欣不了解，所以网络上也有很多吐槽虞书欣的声音，但虞书欣似乎没有被这些声音影响到，毕竟人红是非多，对于他的走红，虞书欣心里肯定也早已做好准备。现在的虞书欣依旧是以前的模样，而近段时间虞书欣早期学生照被曝光了，看清她的长相之后，也终于明白虞书欣现在为啥这么火。